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东西呢，送给邢队长，他人不在，我就想放这里，我就回去了，他死活不肯啊。怎么不能放下啊？姑娘，不是我不通融，是你们不知道情况。这位李叔啊，是山上小溪村的孤老，这不前两天暴雨泥石流爆发，邢队长呢就带人上山救援，把他给救了。他呢心存感激，所以隔三差五就送点东西过来。你说邢队长他能收吗？有一次他趁咱不在把东西放我这儿，我呢也是出于好意让他放了一回。邢队长看了以后，你猜怎么着？好嘛，把我说通通通一顿猛批啊。你们说说看，我能让他放吗？这没啥东西啊，就是一点我自己采的栗子。大爷，您是不是腿不太好啊？哦，没事，就是崴了一下。我觉得您这脚要是崴了的话呢，就别走什么山路了，要不然我送您回去吧。这样，你把这个东西啊给我们，我们帮你保留在这儿，然后如果能见到邢队长呢，就再说，好不好？我就先给你送回小溪村，好不好？小溪村远不远？啊，不远，那个有小巴直接到他们村口呢，就那儿。这快下雨了，你行不行啊？下雨了，有雨伞能借我一把吗？伞没有，雨衣凑合用，行吗？行行行，谢谢。就不用了，我自个回去吧。没事，我送你。拿着。好嘞，走。哎呦，那就谢谢了。慢点。姑娘，谢谢你啊。慢点。那老曹回见了啊。慢点啊。是医生，再不送医院就晚了，他会死的。我真的没骗你，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。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小组，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，需要我救的人。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东西能够帮到别人。你不适合。我来也不是为了这个钱挣。打不通呀，小夏记者，下这么大雨在这干嘛呀？我等人呢。等米卡，他人呢？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有人吗？米卡。
怎么了？我摔了一跤。能站吗？慢点。上来，等什么呢？明天训练呢。来，伤这么重，我也不会，我叫人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能帮我拿一下那个？挺能忍啊，那不然怎么办？发炎了更麻烦。哦，那要不要开点什么消炎药、抗生素之类的？我也没那么娇气。今天李叔又来送东西了，我看他一瘸一拐的，担心他身体有问题，我就把他送回去了。但是我检查过了，他没什么大事儿，骨头没受伤。李叔都跟我说了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也得问清楚了呀。这山上5点就没车了，我要是不找你，你怎么办？我知道我又被你抓了个现场。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怎么惩罚我？也不用了，你已经准备开除我。您好像也不怕被我罚吧？怕。怕什么呀？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，再加上这次的事儿，我肯定死定了。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了？哪个朋友？小满吗？算是有点希望了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您另一个朋友小夏，把你所有的情况都跟我领导汇报了。哦。伤这么严重。明天的训练别参加。我可以不训练，什么意思？你不赶我走啦？我只是说可以参加训练，有没有说给你结结账？
跑什么呀？我就打个喷嚏，怎么那么不怜香惜玉呢？我强悍的战斗力不是用来怜香惜玉的，赶紧收拾收拾走吧，别传染我。我这是普通感冒，不是病毒感冒，传染不了你。回去烧个热水，把这个喝。反正我喝是挺管用。谢谢。